再不把他的学校拆迁。Sir, this is the case. 不要怕艺术家，说我们表彰大赛。今天我是来挑战，挑战是一个人在一个特区一个地方，因为我想抓这个主意来就去一个地方，大概就皇家地方，然后去别的地方，没有表现了皇家，皇家嘛，没有表现皇家，这是我的名字。So, 我现在出发 ，Go。Hey buddy， 所以我现在就准备推车，只是小孩子你不要学我啊，这个我来做。好了，准备开始。没有办法，一个人吗？没有办法，只好。这位是我妈妈，不过我妈妈要做低调人啦，所以我不想泄露她的那个脸。家人隐私是最重要。啊，我从来没有骗人呐、啊，我不会骗任何人的，我真的是一个人靠自己来推车啊。哎，前面有一个人是我妈妈，因为她可以帮我一下。抱歉各位，后面有一辆车。啊，那边。Sorry 啊，各位。啊，翻到毁掉了。在干嘛呀？啊呀，毁掉。再一次。Sorry 各位，我刚刚有一辆车，嘎叫到我。你不要开眼睛。爸。冒什么事？最主要是没有开眼睛。拍屏。不给，承认，扯八烂。来。拍屏。哦。不是，车坏了。可以。大家以为我是车坏，其实我在挑战。大。太多人经过啊，以为我在。什么？以为车坏。走啊。Oh my god。太多人经过。
停工，不用紧，我照推。我知道，我照硬推。你要多推啊？推啦，蛮重的。堵就堵，来就来。娘，你像你内伤，你知道？不会啦。我看你已经在推进。OK 啊。OK 啊。我的目的在转弯那边，没有办法。没有办法，这个进攻啊有点难的。这跑到沙冈是很壮下，因为它是旧款一点，它差不多1.3，1.3我不知道啦，我车不是很了解。我觉得这里是山坡，有点难推一点。没有啊。不跟楼上，不跟楼上，下班了，下班了。很多人一直帮我。你们我是坏车哦。挑战失败，而且是下雨啊！来，过后我才，过后我才讲我的感言了，拜拜。说这个是我赶场时间了，因为刚刚我推车真的是失败，一太重了，因为波多闪高第二代它是1000多，真的是不能开玩笑啊，太重了。然后刚刚上斜坡真的有点难，尤其是那金钩，我真的很难推上去。我用完战神之力，真的输傻。哎，没关系啊，从失败中学习一下最好，因为我们每个人不是完美啦，我们是从错误学习变成成功。我们轻易尝试一下，到底成功还是失败？说得好，失败为成功之母。失败了没有关系，成功就是把错误把它学习。你就把它改掉，然后你就变成成功。我们每个人不是完美的，因为我们每个人是最好的。我们每个人是从错误学习慢慢吸收过来，然后再想办法把它变成成功的道路。最主要是你有尝试这个挑战，
小朋友，你不要学学我刚才推车啊，因为这个重量是不适合给小孩子。然后就很像我做错我的 document 啊，给老板骂。后来我把它想想，我的错误是在哪里，我后来慢慢改就成功了。我不在乎是成功还是失败，亲眼查出是最终，真的是谢谢我妈妈啦，就帮我推。我其他朋友就是不得空，就我家附近啊，就我家乡的朋友啊，他们全部做工在礼拜天，哎，没有办法，只有我一个人推。然后有大学朋友啊，不过太远了，我真的是叫不到。刚刚推车太累了，我准备睡一个光了。好了，我的影片到尾了。如果你超级无敌喜欢我的影片，请记得按 like share 给你朋友看。如果你是新来观众，如果你是看到 subscribe 的话，你就按下去；如果你是看到订阅的话，你就按下去。放心，他们不会养你啊。好了，等待我们的新 video 吧，拜拜。